七八零的来也七天饭，黑加帕吉爸爸的资源，六省来先用反应高用，是为今年黑速度苗栗县政府的邀请，去到建立图书馆公园，没想到啥速度也得由县政府审判人员，替同心圆体传的，靠亚爸爸的附近就做的是一省人的信息，看到当场离开，替县长总动员庙路发文飞驰的高效，因为七天饭是白费的总动。双方太火热，希望将来做的强化来推动环境教育。七天饭到苗栗公园，数到五月时间过后，再过拜访苗栗，同院长总统金见面，总统金当场同七天饭飞上嚟，感谢七天饭按流量。因证一百事件引起社会关心，审判人员虽然出动枪支，发动相关处长、科长即个枪处分，不过后续还要尊重靠执法建议。那弄成这样，他真的他也应该是不好意思，所以他就先已经递了辞呈了哈、那当然辞呈现在是在人事处，还没有到我这里来。那后面的后续，我想我们会按县府的规定哈、既然你讲话了，我想媒体又报了哈，那是那些委员也听得到，那我们会有最妥适的处理的。蔡天凡讲，甲爸爸去看到台湾天津市。坎肩半路的比行其做好了希望，过程过后还留下贷款6000万元的债务，一等年头几年的天数下，漳州的继续宣扬给爸爸理念同故事，对意思阿爸的言论，其吃到一干苦。那我一直被讲说靠爸爸，但是我好像也没有拿到什么实际的好处吧，所以我们能够做的也只有继续宣扬爸爸的理念跟这个故事。那首先各位在，如果你因为工作而被羞辱的话，你是可以接受的，因为你有拿钱。但如果你是因为坚持自己的理念跟信念而被羞辱的话，你就会觉得很难过，对，因为难过的点是你没有被谅解，你做的事情没有被看到。蔡天凡强调，七家社同免署方表达情绪，没想到引起安泰事件，没希望县政府对疏导影响也得相关关业无法暗藏。县政府没希望未来做得有行下多机会，同基金会合作共同推广环境教育，双方相互送电路，希望事件做得结束。记者杨云诺，美丽报道。